哎、欸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今天是什么？太赞！我去买了一些东西回来，结果科比，我肯定下来，我肯定下来。先打开小的了。太赞，我帮你买嘞。你帮我买啊？这个啊，这个、啊。哇塞！有玻璃。对吧？你买吗？我不要、啊。一定要你。哎、欸，我故意买很多张嘞。还有这个、啊。哇。这个大黑外。哇，我一个人就是玻璃，就等一下我家95嘛，哦，我车上放吹风机嘛，吹风机啊，对啊，啊，这个是卡鞋嘛，我本来就每台车都有嘛，避震器也都有啊，对啊，正常嘛，这个是最经典的，你阿内讲个啥嘞？哇，你阿都改避震器，换言单讲，轮盖就叫阿内阿内，哇，对哦，哎，但是今天我你买的啊，是啊，因为我看好笑，我就把它买了，蛮好笑的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征服者呀，镭射枪防护罩。防护罩。对。哇，你不是玛丽封印了吗？我希望掉掉。我是掉掉。我就看一下，应该听说这是新的，不错用，我就买来看一下。一台机器啊，这是它的接收的主机。哦啊，这个就是那个，你看它这有写，哇，直面朝上，就是爱倒，另外车头倒给大家呢，哇，装好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装的时候要水平，应该就是你在打的时候才不会比较，应该会比较接收比较好。如果你这样歪歪的，应该比较不会收到。啊，这个线啊，其实这个很简单，你知道吗？太山一正一负嘛，啊这边就是两个接收器，走到这两头就好了。啊，这有各个线，还有一个电源线。所以它是接电瓶，你看，你跟我讲的一样啊，这两个就是接电瓶嘛，红色的正极啊，接地嘛，接地就不一定要接电瓶，随便的地都可以啊，最好对吧、啊？发射单元，好像就这样。哎，靠腰啊，下英文啦、啊，英文我看无啦，你卖为难我了。我看的，你看的，你看的，差不多。再靠结案，结案了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去装了，装了就知道了啦。咱大概拢爱开机。帮人测试，嗯，啊，测试结果好的话，很多网友就用白花钱来进气孔，这好像是什么小男孩拿到玩具车这样很高兴，拿着就赶快要。只是交了新女朋友就很开心。你没啦，你黑起地方嘛？是的。耶，好啦，这个可以哇，你看可以微调，微调的原因就是，假设你撞到这个好了，我们这样好了，人家快点，阿内是不是像往下，你就会调这样，往下就没有办法，对，这样就是水平嘛，一定要正面水平，对，保险杆不一定是做平的啊，有些做像我这个是稍微斜斜的，有没有？斜斜的，你装这样去抓水平，自己看嘛，你如果你觉得不在意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对，我要装机箱装往里面一点，这个也要水平，这边也要水平啊，不然到安呢，或啊两个都是超外也不行，对吧、啊？但一定要超前。啊，伊黑钢的电梯，这个不会啊，这个有垫片，我刚忘记说，垫片在这里。哦，对啊，垫片要装，啊，其实锁紧就不会了。假设你起码准拿了，三种 K C 都准了，可是我还没锁紧呢，因为我还没抓好，到后刚才算，啊位置就是比较简单嘛，就抓直接抓这样就好了，不然抓中间比较左右差七差一两公分也看不太出来。你看，刚好没有洗车嘛，水这样流下来，刚好是一个直线，这是一种辨别的方式。你看，有没有左右可以调下来，就这样抓，天然的，天然的雄厚。哇，还是大叔叔，不在手啊？啊，你双边啊，他的用金鱼啊，用金的，你在按到会撑的。加加哦，不塞啊？进得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也没错哦，好的，有啊，兄弟们要。先这样嘛。抓角度，连装面胶、啊，我是希望是连在里面一点。它也在落雨啊，啥拢无要紧。无要紧啊，这没差、啊，这个就接收器而已啊。接收器好像是你贴一贴壳一样嘛。台风天那还是收到，防护网就靠这个了，就是防护的。啊，防护网不是无敌的哦，不是说撞到这个就沿路开300这样一直开、欸，开不了300了，沿路开100多这样开也是会被抓，它只是会帮你挡一下而已。所以你听到 BB 叫，你还是要放慢速度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一直冲哦，一直冲是足紧的啊，只给他高原可能两点钟就到啊。对啊，有的人误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总是要问一些白痴问题啊，动不落来没有弄，错在不是啊，该卡钱。
电卡节目考，你还改呀？好了，我去拿工具，我拿不到，你看，我就是车麻烦的，去拿一下。我带一部机，要一台麻烦车。别塞，家己改一下。换车了啦。不会麻烦，对吧？对，没麻烦，我提物件了。你看，夹娃娃，他这个是蛮厉害的，你看，过来的磁铁，他会吸住。哇，不是要夹的，不是要卖机器的啦。听到没？探头起也未来，听到？下面咱都倒一半喔，对啦，酒有啊，啊，人虽然呛声，听到？看他开箱，伊也要开箱，敢那音啦。其实这个，我觉得啦，一般消费者我们就可以装。到目前我可能就拿个这个啊，目前的工具用到这个。哎，他那边收几多来吧？日本车应该就比较简单了。像你的还大灯马上可以拆起来。对啊，有的是长线比较麻烦而已啊。对，你要求比较好，就会比较麻烦。等一下，你看，有没有箭头？镀箭头。哎，对，他已经帮你弄好了。对啊，那差多少啊？哇，他这条还行。对啊，箭头哇，这应该别啦，这俩都有知也差唔多嘛，厉害。没有啦，我就老，我就老差啦。已经来了售后了，这边就是接到电池，而且有保险丝，有吗？有吗？好，这保险丝。这是安全，万一前面有啊修怕电啊，或者它直接烧掉，会造成你的车有什么危险？好了，开始要冲线啊！啊，我因为我电池在这边嘛，其实都线都够长，你看，是吧？对。所以你不用担心，地啊接地你要接电池或接到二十就可以，对啊，负极都可以。你看，如果万一电池不在这边，这边加码加电了，加码就对啊，买再加，对吧？或者你去找那个 ACC 就好了，只要钥匙一过有电了，你就可以接。好啊，对啊，这个差不多啊，等一下就把线扣我碎啊，娘娘，电来了就会闪的，有看到？哪里？有啊，看到了。哇，等一下就可以充了啦。啊，这里呗，安怎充？两个连一样啊，左右水平。哦，一定要水平的嘛。你如果要这样子，一定要粘出来一点。不行了，我们要再抓了，不管怎样都不行，还要水啦。那倒歪起你就知啊。为什么？一条红单。哇塞！还是别塞啦。哇，两张卫生纸出动是不是？有啊。哎，这库本我已经抓了。它是说明书有写，就是大概要六七十公分的。嗯。有啊。差不多了，两只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是六，我这样，你知道我这样几条瓦这样？我不知道。你觉得嘞？这样，那你猜猜看，我的加宽可以22，所以你三只就好嘛，一、对不对？二、三，哇，60。我现在一个手，手跟他手就是你打你，先量一下嘛，是吧？啊，我这个又斜的嘛，所以我等下装的时候啊，大概跟你大家讲一下，不能装跟他切齐嘛，可能就要自己抓这样正。往上，没有，哇，球，他跌切到在那里打，开机吧，开机 Q 爽嘛，开机 Q 爽，爽，我喜欢就是嘛 ，Q 我较水的，哇，特别安尼软烂，束带嘛束起就啊，万能的束带。这个要朝上，红点朝上。红点哦，它有贴一个标志。我想说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刚好，好了，看一下。对，快，别再倒瓦布啊！休息。别讲。这人都不见了。对啊。其实你注意看了就看得到了，就把它藏好就好。这条啊，那个是雷射模拟器。雷射模拟器。要假设你要轻一点按嘛。对啊。比如 A 模式、B 模式。然后就测看里面机器会不会叫。那我们先装这个再倒吧。这就比较简单了啦，这更简单了。我觉得这个线你也要藏好吧，不然。对啊。因为我那天有查过，这边的保险丝都是不会断电的。如果你要藏隐蔽的，就是要藏这个。可是比较不呼吁大家，尽量就接点烟器啊。为什么？万一烧掉，
就把警示器烧掉。如果你接的是冷气，冷气就不能接的是天窗，天窗不动。啊，万一接到的是启动马达，刷塞。对，所以 不能说不能装了，请专业的去装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是不是说很专业，可是我就建议就是尽量装在这个隔音器。对，还蛮小颗的，机器蛮小的，还蛮好放的。来，开启哦，开始。启动雷射防护罩。可以连线了，对啊，你要试一下啊。欸，我去按你这边拍。对啊。来换 B 哦，快点哦。有啊，这是 B。对。再等一下 ，A B D 而已啊。A B D 而已啊。对 ，D 有啊，刚刚 D 有嘛 ？D 有啊。在这 B。三种模式。他头都拢会叫呢，两边都有啊。有吗？我刚第一次按这边，按那边 A 就叫了，都可以。哇，好像真的有用呢。好啊，要不要去找一支雷射枪来试试看？好啊，你去，你有认识吗？有哎，我去问一下。你去问啊，我先把这个算耍枪哦。哦，哇，你可以摸，我再耍。好了，走啊！我们要哦，不要去打雷射枪啊！我已经中掉啊！哟，又中掉！我本来是讲我要出去测试，迄个头咱队有一支怎样？我被拍过，限速50，我开64就中，就中了、啊。真的有准的、欸！我想说看过去看看哦，你要看会不会叫啦？不知道冲过去啊，我是看会不会叫而已、啊。嗯哼，对啊。好啊好啊，修养了一种，等伊提来。欸，你的黑轮还在用耶？还在用啊？够用吗？别忘了。这样，没有，那是我等下就撕掉了。啊，走了走了。哇塞，这么多人，很多人。欸，五郎在问是不是合法的这个东西？这个啊，他也没有明文规定不能装啊，只是装了是一个警惕我自己不要超速啊，就说万一一个不留意，万一被拍到。对不对？是不是损失的、所以这个有提醒。开一开，万一有时候你也知道嘛，开长途开一开会晃神嘛，有时候不小心开到120都有可能。万一啦，当然是不强调大家超速啊，这个东西是很边缘呐、啊。你说它合法也没有，说不合法也没有，政府规定不能装啊，不能装的话就不能卖嘛。所以我们是买来就是一个警惕自己不要超速啊，就这样而已啦，对啊。有吗？二三，刚那台车，好成功了、成功了，跑步车是吧？你要问，你要跑，你去前面跑过来了。有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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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有车，哇，28，好了28，有，然后不会下来打我们。中了、啊！哎、啊，你不要跌倒、哦。实测保护。有哎、欸，负七。哇，他跑蛮快的。哇塞！好了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测一个正面，测一个正面。七。你有拍到吗？有。看你跑蛮快的。七耶、欸！跑七耶、欸！因为台要再试一下嘛，不要了，不要，不玩了，我真的怕被揍，是太近了，你要直接靠过来，我要抓塞，来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，打不到、欸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我真的打不到，真的会叫哎、欸，开单对我开枪了，我被打到了，打到了，这个就有，这个就有27。嘿，然后刚科比的打不到，打不到，真的打不到，就没显示了。哎，你讲英文去啊？我，跟你讲，我讲话，对啊，我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开枪，有打到吗？打不到，有叫哈？有，让我叫。啊，OK 了，OK 啊，还是你要再跑一圈？
打不到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什么都没有。真的，真的打不到。哇，我被带泰山打死了。啊、一直叫，妈的！对啊。有用哎、欸，真的打不到。打不到啊、哦！现在是无敌的。没有啦，这样就是不用担心了而已，不是无敌，不用担心。我问你，真的有就提醒我，就开慢一点。对啊。可是有这个叫的是什么？真的有在埋伏，我在跟网友讲，那你们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因为它有分那个距离跟速度，它从车头打是正的，从屁股打是负，所以它从屁股打你，哦，负两百还是你亏两百？对对对，是这样吗？对，所以它还是可以举报你，所以你后面要不要再装？要啦，我才不会开那么快啊！对啊，那只是提醒我而已，是一个警语而已，没有。刚装也装好，测试也测试了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好啊，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就可以随意你自己放了啦。对啊，我就目前先放这里好了，我再观察。对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观察是环岛。哎，环岛也可以啊。对啊，可是没有了，底盘没用，我这次没有环岛。半倒掉了，半倒，半倒一半的而已，对啊，好，记得啊，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才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，也可以分享给大家，好，记得啊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对啊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三宝之一，三宝，哪三宝？你要贴布，哈，贴布先把其中贴布束带，束带，哎，还有快干用到饱，快到用到饱，我们时速是速十，我觉得不是哦，我觉得你拍的，你到底是对准他的人，还是他的胸部在跑？哎，泰山，没有他，没有他，你在跑一定会挑那些，那他是这样，我对着他的屁股啊，最好了，屁股是负的，对啊，腹肌啊，好腹肌哦。正面后面胸部天在果然不一样，正常男人会注意胸部，他是注意他的屁股。啊，两点啊，两点两点，这样你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事实嘛，连阿呆都跳出来讲，因为他也是胸部天在，所以他有他也是注意屁股而已啊。他也听得出啊。如果是我在拍，我叫他从我这样跑对面这样冲过来。哎、欸，只有你才有那么多人呢、欸。是安尼吗？对啊。哇塞！吴佳明，整个媒体部都搬来给你。哇塞！还是你跟你讨给我。